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新讲堂的 Julie，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东川町免费线上讲座。你一定听过北海道，但是你认识东川町吗？东川町不只有写真之町的称号，也有堪称北海道的最美红叶等着你去体验哦。北海道的第一高峰旭月山就是位于东川町，因为有这座山，东川町的春夏秋冬都有非常截然不同的独特美景。另外，高山的雪解水也灌溉了这片土地，孕育出好吃的稻米与蔬菜，也培育出当地的咖啡餐饮文化。今天邀请到的讲师小邓，就是住在东川町的台湾人，不只要跟大家分享他在那里生活两年感受到的东川 style 生活方式，还要带大家直击北海道的最美红叶，以及提供当地的旅游方式与建议。那我们话不多说，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讲师小邓喽。孔尼基哇，大家好，我是小邓，现在北漂到日本哦，住在北海道一个叫做东川的小镇。那现在啊，台湾应该也越来越有秋天的感觉了吧？已经11月了。那再过不久也可以赏枫啦。那其实北海道这边虽然还是秋天哦，但是气温晚上有的时候甚至已经到零度左右了，跟台湾比起来真的是蛮冷的。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不能出国啊，所以呢今天呢就跟大家来介绍北海道最美的红叶，然后我们来悠游东川这个小镇。那大家可以今年先在台湾赏枫，然后等到之后可以出国的时候呢就安排来北海道旅游。好，那在今天的讲座开始之前呢，想跟大家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好，我是小邓，那跟大家一样都是非常喜欢旅游的人哦。那之前在台湾大概有十年左右的这个旅游丛书杂志的编辑经验，那大概在五年前左右呢转调到公司的整合行销企划单位。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专门接一些政府的标案，推广台湾的观光。那刚好有几次出差到日本的机会，虽然说之前有学过日文，但是真正到日本出差要跟日本人讲话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办法沟通的，然后就觉得说啊，好想要把日文学好。所以呢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就把工作辞掉，直接跑到北海道来留学念日文。那其实留学之前啊我也没有听过东川这个地方，但是真的来了之后呢经过一整年的留学生活，然后参加学校的活动啊，然后当地的一些活动啊，然后品尝当地的美食啊，欣赏风景啊，就觉得哎，这边的生活环境真的很好，所以刚好呢有这个机会可以留在这边工作呢，就留下来工作。那从去年四月开始工作到现在也超过一年半的时间了，真的非常喜欢东川这个地方哦。所以呢今天就想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北海道到底有什么魅力，东川到底有什么魅力，为什么会想要留在这个地方。好，那一开始呢我想今天应该有很多朋友可能有一些人来过北海道，或者是因为向往北海道的大自然，很想要来北海道旅游。那我们最先呢就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北海道的大自然风景。北海道因为四季非常的明显哦，然后自然环境又非常的丰富，所以其实你无时无刻都可以感受到这个大自然很季节感非常的重。好，比如说呢讲到日本的春天，大家想到的就是樱花吧。对，那北海道其实有樱花，那这边的樱花呢它其实有一个特有种叫做虾夷山樱花。那这个虾夷山樱花啊，它的花的颜色是比一般的樱花还要再更粉红一点，就是像左上角大家看到这个照片一样哦，是这种粉红色的感觉。然后呢一般的樱花它是在花谢了之后呢就是才会开始长叶子，可是虾夷山樱花呢它是在花还开着的时候它就开始陆续长嫩叶，所以呢你可以就看到这个嫩绿色之中带着粉红色，非常的有春天气息的感觉。那另外像右边这张照片呢是所谓的知音，北海道也有几个就是很有名的赏知音的景点哦，也是在春天就是大家旅游很喜欢去的地方。那这个知音啊它就是像这种比较桃红色的感觉，然后贴近地面这样子铺成有点像地毯的感觉，也非常漂亮。那另外像这个左边的左下角这张照片呢是这个很多北海道近郊的山上都可以看到的这种春天的花卉哦。那这个粉红色的啊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它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种
食材调味料的这个原料的植物哦，就是我们勾芡用的那个片栗粉的这个植物，就是这个粉红色的小花。那春天的时候开满山头，也非常的漂亮。那另外北海道人呢也很喜欢自然，所以他们都会在庭院里面种一些植物。那你随时走在路边啊，或是经过别人的庭院啊，就可以看到，哎，家家户户春天的时候都种了非常多的花，非常的漂亮。好，那进入夏天啊，大家会想到什么？对，夏天会想到的就是薰衣草，对不对？那北海道的讲到薰衣草啊，就是一定会想到富良野嘛。那不只是在国外，其实在日本国内来说呢，薰衣草也是非常具有这个代表夏天的一个风景哦。所以就是连日本人都很向往在夏天的时候到北海道来看薰衣草花田。那会大家会不会有点疑惑说，为什么薰衣草的照片这么小？对，因为另外啊，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右边的这个油菜花田的部分。这个油菜花田大概也是在初夏的时候可以欣赏到的风景。那台湾秋冬的时候，可能在这个花东纵谷也可以看到油菜花。那我们为什么要到北海道来欣赏油菜花呢？因为北海道就是天宽地阔嘛，所以你看到的花田都是这种一望无际的感觉。那跟花东纵谷那种就是在山里面，然后背景是山的这种油菜花田的感觉有点不一样。而且夏天的时候天气很好啊，像这样子晴空万里之下的这种很灿烂的油菜花田，是不是也很漂亮？那另外还有一个要提的呢，就是这个烟火，对，花火大会，就是日本最有这个夏天气息的一个活动哦。那这个其实在还没有疫情的时候，2019年的时候呢，在七八月的时候，几乎附近的城镇就是每个礼拜轮流大家都在放烟火啦，就是很喜欢感受这个烟火夏天的这种气息。好，那北海道大概是在九月左右哦，开始进入这个秋天的感觉。那日本一般秋天的时候他们会讲说赏红叶而不是赏枫，为什么呢？因为秋天其实除了枫叶以外，还有很多就是会变颜色的这个树木林木哦。那尤其是北海道，我觉得这种赏红叶这样子的感觉又更明显，因为你看到的这个现在画面上的这个照片都是北海道的红叶的风景。那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山头就是或红或黄或橙，就是很温暖色系，一种缤纷多彩的山林。然后或者是说像这个中间下面这个是这个珊瑚草，是在海边哦，海边也可以看到红叶。那还有像这个右下角就是大家熟悉的银杏。那右边上面大张这张照片呢，就是我们等一下也会介绍到的这个旭月的红叶风景。好，那大概在十月左右呢，平地的部分可能就也会开始下雪，对。然后但是呢，下了初雪之后呢，雪很快就融掉，然后随着雪越下越密集，越积越厚，然后大概到十二月左右的时候吧，就会积成一片白雪世界这样子。那也因为很冷，然后又就是雪积得很厚，所以才会有机会，就是说有一些活动的时候啊，会有这种很漂亮的冰雕建筑啊，或者是因为自然而形成的这种中间这个很壮观的这种风景。那另外我自己也很喜欢的是这个蒸汽火车在雪地里奔跑，很有这种北国气氛的感觉。这个都是在一片雪白世界里面，就是点缀这种很漂亮的、很有北海道风情的感觉的风景哦。好，那当初来北海道啊，还有一个原因是这里的东西很好吃，对，因为留学之前我有来过两次，我真的觉得北海道的东西非常的好吃。那北海道不只是就是在国外，就是在日本也是公认的食材宝库，就是每次在报道一些美食的时候啊，都会介绍到北海道。那尤其在这边生活过了就是完整的一年的时间之后，你就会感受到哦，四季的食材非常的鲜明。一定有很多就是当季你现在不吃可能要等一年才能吃到的美食。那这边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最有季节感的应该是蔬菜吧。
对，那北海道的这个蔬菜啊，也是就是配合适合的季节种植嘛，所以就是在什么季节才能吃到什么样的作物。那比如说春天的话呢，就会很推荐大家吃芦笋。哦，对，还有一个想要跟大家特别讲，就是你如果来日本旅游啊，有时候可以看超市或者像比如邮局，它会有一些那种邮购的手册哦。其实你看那个邮购的手册，你大概就知道啊，这边的特产就是这个季节的特产就是芦笋。这个季节特产就是玉米或是马铃薯，所以就吃就对啦。就是什么季节应该要吃什么东西就看这个邮购的册子，也可以就是大概知道一下。对，那春天的时候吃这个芦笋，或者是像右上角这个山菜。然后夏天的话就会有很多，就是比如说什么小黄瓜、番茄呀、青椒、茄子这一类的，就是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蔬菜类的东西。对，那在夏季的末的时候呢，我个人最推荐的就是一定要吃这个玉米。对，有一些朋友可能之前来日本，来北海道旅游的时候，有吃过那种真空包装的玉米，是不是觉得很鲜甜、很好吃？对，那我自己来这边之后呢，吃了就是新鲜的玉米之后，是觉得新鲜的玉米一定要尝看看。对，因为玉米啊，从摘下来之后，它的那个甜度就会慢慢的下降哦。那其实当天现摘的玉米一定是最好吃的。那你只要就是把它的这个外皮剥干净，然后留最后里面的一层膜，然后就是把它稍微洗一下，然后再用那个保鲜膜包起来，微波几分钟之后就非常的好吃了。对，玉米非常的推荐。那再来秋冬的话，可能就是会比较以根茎类的作物为主，就比如说南瓜啦。白萝卜、大根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乌茎啊等等的一些根茎类的作物。对，那如果大家就是有机会住在这个可以烹煮的这个有厨房的民宿，或者是比如说住在这个露营区之类的，也可以就是买一下就是日本当季限定的食材，回去自己烹煮一些简单的料理哦，就很好吃了。那另外一个推荐的吃法是去居酒屋。对，因为居酒屋呢也会有一些季节限定的这个料理哦，比如说像这个右上角的这个天妇罗，就是春天限定的山菜的天妇罗，就是有很多菜是我们可能在台湾或者在日本，其实很多地方都不一定吃得到，平常的超市看不到的这个蔬菜哦，就是在居酒屋里面限定的季节才可以吃到的。那另外讲到北海道啊，就一定要提海鲜，对不对？对，我个人也很喜欢北海道的海鲜。那刚刚有提到嘛，就是去居酒屋吃季节限定的食材。那其实生鱼片也是有就是季节感的食材之一哦。那大家去居酒屋也可以点一个，就是季节的这个生鱼片拼盘，品尝一下就是老板推荐这个季节最适合品尝的各种海鲜类这样子。对，那另外像这个北海道的螃蟹啊、牡蛎呀、扇贝类或是海胆啊，其实它都有季节性，所以如果你可以在就是当季的时候吃到这个当季的食材，我真的超幸福的。好，那再来北海道啊，也是这个畜牧业很兴盛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它的这个猪啊或者是牛啊都非常的好吃哦。大家就是刚刚讲的，如果你在有机会烹煮有这个厨房的这个住宿的地方的话，就是很建议你在超市可以找看看，就是有这个道产牛或是道产豚，就是猪肉，对，就是可以买来煮看看哦，就是简单的烹煮就很好吃。那如果说就是自己煮饭很麻烦的话，其实你到餐厅有一些餐厅也是会提供这个是以北海道的肉类为主的这个料理哦。那另外还有一个要提的，就是这个中间下面这个是北海道名物啦，成吉思汗锅。对，这个成吉思汗锅是腌过的羊肉，然后呢就是放在这个锅上面烤，然后下面会铺这个蔬菜，然后让那个羊肉肉汁流到这个蔬菜里面，那就是对，非常的好吃，而且羊肉其实腥味也不是很重哦，所以这个是北海道人，不管是夏天或是冬天哦，他们烤肉的时候一定要准备的食材之一哦。
那讲到畜牧业很兴盛啊，当然还是不能不提这个甜点啦，因为牛奶，北海道牛奶很好喝，大家也知道嘛。对，那用这个北海道很好喝的牛奶做的这个鲜奶油做出来的甜点也非常的好吃。然后如果你再搭配这个季节性的这个，比如说水果啊，或者像这个秋天感觉的话，就是这种那叫什么栗子，或是南瓜，或是地瓜，配合这个季节性的食材做出来的甜点哦，就是非常的好吃，也推荐大家。然后甜点之中特别要把这个双麒麟拉出来讲，对，为什么呢？因为北海道的双麒麟真的非常的好吃，因为牛奶很好吃，所以双麒麟也很好吃。几乎在北海道应该说很难踩到雷吧，对，就是各地的冰淇淋都很有特色，然后很好吃，而且依照季节性啊，它可能会有一些季节限定的口味，比如说像这个哈密瓜里面装这个双麒麟，就是超奢侈的，对。然后有一些地方呢只是会融合它的这个地方的特产，比如说像这个薰衣草啊，或者是比如说什么南瓜啊，或者我甚至有看过青椒冰淇淋啊，但是我个人因为对青椒有一点所以我是没有尝试的吃，但是就是看起来也是很受欢迎哦。那我其实我之前觉得就是北海道的人也太疯狂了吧，就是冰天雪地里面也要吃冰是怎样，后来就觉得啊，大概可以体会就是跟我们就是吹冷气吃麻辣锅是有一样的心情啦，就是在很冷的时候然后吹着暖气吃冰淇淋，这样非常的爽快。那之前我在台湾其实也很少吃冰，因为健康的考量所以很少吃冰，可是来到北海道之后，因为冰真的太好吃了，所以可能这两年多吃的冰可能比过去在台湾十几年吃的冰还要多很多很多。好，那除了这个漂亮的风景跟这个美食之外啊，今天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北海道旅游一个另外一个切入的点，就是说因为北海道天宽地阔地广人稀，所以呢在移动的时候其实本身也很有趣，可以发现一些其中的乐趣。那接下来让大家看一小段影片，是我的就是自驾的时候把那个就是手机架在车上拍摄的影片。对不起，我的车窗可能有一点脏。对，但是你可以看到哦，就是旁边就会很辽阔的风景，有牧场啊，或者像这样的海边，然后或者是像这样的樱花林道。那最后这一段呢，是秋天上旭月的时候的风景哦，沿路就是夹道都是这样子哦，金黄色的树木非常的漂亮。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趣的小点，就是你可能可以遇到一些动物小惊喜哦，就是因为北海道有很多的环境很自然，所以有很多的动物，那你有机会的话在不同季节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动物，尤其是像这个鹿啊，或者是这个狐狸啊、松鼠啊，其实在比较山区的地方其实都有机会可以遇到哦。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秋游冬川，欣赏北海道最美的红叶。那大家可能会不会有点疑惑说，哎，冬川在哪里呀？那我们借这个 Google 的卫星地图来跟大家讲一下冬川在哪里。从台湾过来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好，对，东川就是这样一个狭长型的乡镇。对，那如果呢就是你看北海道地图的话，东川大概是在这个北海道的中间正中央，在偏北一点点的位置。那它其实紧邻着这个北海道的第二大城旭川哦。那最近的机场是旭川机场，从这个旭川机场到东川车开车的话其实只要10分钟哦，那也有这个巴士，就大概只要15分钟就可以到了。那如果你是从这个新千岁机场进来的话呢，
今天去的机场开车过来大概是3个半小时，然后搭长途巴士大概3个半小时可以到旭川，然后搭 JR 的话是2个半小时左右到旭川，那你再搭从如果是大众运输的话，再从旭川就是转公车到东川这样子。那因为旭川机场跟新千岁机场都有这个租车公司，其实也蛮推荐大家租车旅游的啦，因为北海道地广人稀嘛，然后加上这边的人也是算就是都还蛮遵守交通规则的，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还蛮适合自驾的地方哦。如果你会开车的话，其实可能可以试着就是换驾照一本，然后再开车在北海道开车旅游。但是冬天的话可能要考虑一下啦，因为冬天毕竟就是在雪地开车，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的话，就是可能考虑一下这样子。好，那另外呢，东川也距离一些大家熟悉的知名北海道景点都很近哦。比如说你冬天的话可能可以顺游这个旭川的这个冬季，给它一些很壮观的雪雕展，或者是说比如说它离美瑛啊、富良野啊大家熟悉的这些点也都很近，然后还有像这个旭山动物园，本来北海道一定要来的旭山动物园也只要15分钟左右的车程哦，还有承运峡也很近，所以你在排行程的时候啊，其实除了游东川之外，你可以顺游这些周边的乡镇。好，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介绍就是秋天来东川要玩什么呢。那我们呢，今天会从这几个点来切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这个是从俯瞰东川的感觉啦。那北边是在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个十字的位置哦，北边大概是那个方向。所以呢，其实你看起来大概就可以看到，就是市区大概是在这个乡镇的西边，对。那东侧整个都是就是山区哦。那都是属于这个日本最大的国立公园大雪山国立公园的范围。那最高最北海道最高峰旭岳也在东川里面。然后呢，这个旭岳里面有两个温泉区，旭岳温泉跟天人峡温泉。然后另外呢，近郊的地方还有这个基多乌溪森林公园也可以赏风景。那从这个图上面看起来，大概就可以感觉到就是它跟旭川机场真的还蛮近的哦。好，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跟本州截然不同的红叶绝景啦。那我们其实呢我觉得来旭岳旅游哦，其实个人会觉得如果你可以请一个导游可能要会日文或英文，不好意思，就是也可以请一个导游，然后就是导游带着你上山散步。那除了就是一般看风景以外，导游可以跟你介绍一些当地的这个植物的生态啊，动物的生态啊，然后还有比如说一些自然环境的地景啊，然后或者是一些跟人相关人文方面文化方面的东西，我觉得是可能会比就是走马看花看风景还要更有趣一点。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地在这个今年红叶最漂亮的时候上山去取材了。那所以呢，其实今天看就是听完这个讲座，然后看了这个秋天上旭岳的这个影片之后啊，算是帮大家省下一笔导游费啦。就是大家真的就是来这里，然后上旭岳的时候，你就大概知道我有什么东西可以看，有什么可以欣赏的东西，有什么有趣的点哦，就是会多点乐趣。好，那首先呢，到旭岳要上旭岳啊，会建议大家搭这个缆车哦。搭缆车的话呢，你可以从这个海拔1100公尺的地方，直接10分钟就上升到这个海拔1600公尺的地方，非常的方便。那这个缆车的这个周围四周呢，都设置了这个大面的窗户哦，所以呢，你在搭缆车的时候呢，就是可以一边赏风景，非常的棒。那我们现在就带大家来搭缆车喽。ちなみにこれ100人乗りのロープウェイです。今コロナなので50人になってます。この赤の中に白い肌の木がいっぱいあるんですけど、これダケカンバって言って、北海道とか、まあ日本だと標高の高いところに入る白樺の仲間。白樺って白い肌。はい。
ですけど、の木が生えてます。でここはちょうど今標高が 1500m ぐらいなんですけど、ここから上行くとあんまり生えてないんですけど、もう森林限界っていうのはこの辺りで、そこから上になるともう松ぐらいしかない。いや、めちゃめちゃ綺麗ですね。もうちょっと光が当たるとまたいいけどね。でも、あの影の分、綺麗に紅葉が、赤が向き出る感じ。そうだね。嗯，缆车上的风景是不是还蛮漂亮的呢？那另外有一个想要跟大家讲的是啊，搭缆车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就是小秘技嘛，就是呢。从缆车上面看的风景啊，你左边看到的是这样子，眺望远山，绵延不绝的山峰的感觉哦。那有的时候就是远方的山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红叶啊，或者是下雪已经灌雪的山头啊，可以看到这种比较壮观的风景。那如果你是看向这个左边呢，你就可以近距离的俯瞰这个红叶跟森林。对，那另外还有。如果幸运的话，就是甚至有机会看到小动物哦。我们这一次取材的时候呢，就是也刚好就是在从缆车上面就是看到了这个鹿。对，平常在旅游的时候啊，你开车或者什么，可能也会在路边看到鹿。可是，一般看到鹿的时候，你就是这种平视的角度看到鹿嘛。那你要这样子从这个俯瞰的角度看到鹿，其实是蛮难得的哦。所以大家在就是搭缆车的时候，也可以注意一下四周的风景。下面的森林里面，哎，说不定会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那另外，有一个小撇步啦，就是说呢，因为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当然人比较少，所以你在缆车里面要移动啊、拍照啊，可能还不算太困难。可是真正旺季的时候，赏红叶是旺季的时候，人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在缆车上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方便移动。那建议大家呢，就是在搭缆车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往返的时候站在不同侧拍不同侧的风景，这样子就可以感受两种就是欣赏虚月的不同的方式哦。好，那我们刚刚已经搭缆车到山上啦，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这个欣赏虚月的这个散步的行程咯。さあじゃあ早速ですが歩いていきましょう、はい、もう外出たら一歩出たら紅葉の世界です。いいですね。まあ、今更ですけど正面一番高い山、うん、大きい山が旭岳って言って、うん、あの北海道で一番高い山です。高さはどのくらいですか？高さは、2291m あります。服装はどのような感じ？あ、秋だと、まあ、長袖、うん、であとまあ手袋あって帽子もあった方がいいですね。で足元は、まあ、登山靴じゃなくて、まあ、スニーカーとか、うん、ハイヒールとか革靴ビジネスシューズとかじゃなければ何でも大丈夫ですね。好、那我们刚刚有稍微就是瞥到了一下这个旭月的这个红叶的风景。那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的这个行程呢，是这样子，像右边的地图这样子走一圈，从缆车站走到这个沿着步道走到这个资建池，然后呢，在这个慢慢绕下山，这样子走一圈 1.7 公里的散步行程。那一般来说呢，边走边看风景的话，大概是花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是差不多的。那沿途中呢，你可以欣赏很多高山植物啊，然后。有可能可以看发现一些就是小动物出没的痕迹，那幸运的话可以看到小动物本人，然后呢，也可以欣赏一些火山地景啊，感受这个大自然的生命力。好，那这边也是有两个想要提醒大家的旅游 tip， 第一个呢是。出缆车站之后呢，是没有洗手间的，因为这边是国立公园，所以它环境保持的非常的自然，所以离开缆车站之后是没有洗手间的，所以大家要出发之前呢，可能就是对，就是先上一下。好，那另外一个是呢，刚刚有讲说走这个 1.7 公里，大概是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那如果你想要攻顶的话呢，攻顶是从这个资建池再往山上走。
那宫顶的话呢，要多抓4到5个小时会比较保险一点。对，然后呢，刚刚导游有提醒说，这个服装秋天这个散步路线的话，服装要穿什么样的服装？那宫顶的话，因为毕竟是旭月是北海道的最高峰，所以它虽然不算是很艰难的这个爬山的行程，可是呢，也建议大家要穿比较就是登山鞋啦，或者是服装上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会比较好。好，那刚刚导游说，就是旭月是北海道最高峰，它的标高是2291公尺，那它呢其实是日本的这个百名山之一哦。然后当地的原住民爱奴语里面呢，这个它的爱奴语的名字是这个有这个众神的庭园的这个名的翻译起来的这个名字哦，就是因为这边对啊，就是感觉是有仙气啦，有好像有神仙住在这边的感觉，神仙在这边玩耍的感觉哦。对，那另外呢，因为北海道的纬度比较高，然后再加上旭月又是最高峰，所以这边呢通常都是日本数一数二可以欣赏到红叶的地方哦。那这边看到的就是在秋天可以欣赏到的红叶的风景的感觉。好，那这边想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诶，对，就是其实旭月赏这个红叶的时候不是现在11月哦，是在这个9月中旬开始，然后大概会越来越密，越来越漂亮，然后大概到9月下旬的时候进入最高峰，然后之后经过下雨之后可能就会落叶，那大概到10月上旬左右就会慢慢结束。那这是平均来说啦，那每年因为气候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像今年的话因为比较热，所以呢在9月中旬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到高峰了。我们在取材呢，这一次觉得取材刚拍摄这个影片哦，也是在9月中旬的时候上旭月的，所以大家要记得哦，就是旭月的红叶是在9月到10月初，对，不是11月哦，这个要提醒大家一下。好，那刚刚从缆车站出来之后呢，现在我们要带大家到第一个赏景的点，第一展望台，这边是最适合这个从山上眺望风景，然后跟甚至可以看到一些市区的景象。我在地ます。まあ一番初めに見てもらったのはやっぱり朝日だけ。朝日だけ。煙出てますよね。やっぱり、ね、火山だったんですよ。ここ朝日だけは。朝日だけ火山なんですよね。まあ今旧火山ね、最後に噴火したのは250年前って言われて。250年前。はい。まあ、それ以降ずっとあの煙が出てるんですけど、まあ生きてる。でこのなんか今端っこ見えてるところとずっとこっちの方まで全部国立公園です。これちょうどね南北、これで南北なんで60キロぐらい。で幅も60キロぐらい。大きさとしては神奈川県と同じぐらいの大きさがある。日本で一番。好，对，今天呢散步的这个之剑池一周的这个散步路线呢，都是在这个森林界限以上的范围，所以大家可以感觉到的这个红叶哦，其实它就是很贴近你的身边哦，就是因为没有很高大的树木嘛，所以这个你可以欣赏到的红叶的树啊，大概可能就是跟你差不多的高，红叶就在旁边，或者是像有一些是铺在地面这种有点像地毯的感觉。也有跟这个本周可以看到的红叶的风景是还蛮不一样的。好，那再来上旭月哦，还有一个就是欣赏的重点是这个高山植物啦，因为其实也提到很多次，就是北海道高纬度，然后它的山旭月又是最高峰，所以呢虽然你看它的高度才2291公尺哦，其实跟台湾或者是跟日本本州的很多高山比起来其实都不算是很高，可是这边可以欣赏到很多就是本州3000公尺以上平常可能比较难抵达的这个高山上面的高山植物哦。然后呢因为旭月常年也不是常年积雪，应该说它一年有大概5-6个月的几乎半年的时间哦，从可能10月开始下雪之后，10、11、12、1、2、3、4
对，就是超过半年的时间都是在这个被雪覆盖的这个状态之下，所以呢，植物其实他们就是要把握这个黄金时间啦，只有五个月半年的时间可以生长哦，所以他们的生长是很讲求效率的。那这边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的是这个智儿车，智儿车呢是这个旭月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一种植物哦。那它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下就会开这样一片花海，就是这种白色然后有黄色花蕊的小花，非常的可爱。然后大概在八月的，对，就是八月呢，可能花慢慢谢掉之后，就会变成左边这个就是有点绒毛状的这个状态。那这个绒毛状的这个感觉啊，就是日本人觉得它很像是小朋友玩的那个风车，对，那所以就把它取名字叫做智儿车。智儿车就是日文就是有风车这个意思啦。对，那讲到这个生长很有效率啊，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智儿车的生长哦。就是智儿车啊，长到这个手掌大，就是画面上看到这样，手掌大呢就要花上十年左右的时间哦。所以像你看到这张照片这样子两一小撮的这个植物哦，其实它就要花大概二十年才可以长到这样的范围哦。所以像旭月啊，你能够看到这样一整片的智儿车呢，其实它就是经过就是很长时间才有办法生长到这样一大片的感觉哦。好，那秋天的时候呢，还可以看到就是很多植物结果实，对，那就是可以看到这种有些红色的啊、黑色的啊、白色的小果实哦。那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能摘来吃，因为这里是国家公园，所以摘这个不管是摘花、摘果实啊，都会被罚金的。对，所以大家就是用眼睛看就好了。对，那有果实啊，就有机会有看到小动物出没，所以大家在欣赏的时候，边走边看的时候，也可以观察一下，说不定就是有机会看到小动物这样子。好，那旭月赏这个高山植物花卉的最佳时机其实是在夏天，但是秋天其实也有秋天可以赏的这个花卉哦，比如说像就是右边我们看到的这个有点蓝紫色的花，还有后面那个金黄色的花，都是只有秋天可以欣赏到的植物哦。那另外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呢，是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像这个蓝紫色的花哦，对，刚刚提到植物生长很有效率嘛，这个蓝紫色的花呢也有一个很有效率的这个生长的生态的特点哦。大家看它这样子好像花苞，对不对？但是它其实就开这么大了，它不会再开更大的。为什么呢？因为秋天的山上风很大，所以呢如果它花开了，那这样子的花粉乱飞，它就没有办法很有效率的繁殖，所以呢它其实呢会像这样子，对，你仔细看啊，它其实会开一个小缝，然后啊就是让这个蜜蜂可以刚好采花蜜的这个大小，然后蜜蜂就可以采花蜜，然后帮它就是传授花粉哦，是不是非常的聪明？好，那再来，刚刚导游有说这个旭月是火山嘛，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跟火山相关的风景。すり鉢。すり鉢。すり鉢わかる？なんか、わかる。台湾にあるのかな？そうそうそう。あの薬を。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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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セサミンをこうぐりぐり。あ、そうそう。薬をやったりする。あれの形に似ているのですり鉢。そうそうそう。こういう形してる。この旭岳自体の山ができたのが2万年前で、2万年前でこの山がこうできた時にこの辺も火山活動あ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でこの辺りは実はちょっと新しめで、この正面こうえぐれてますよね、こう V 字型に、あれって爆発で吹き飛んだんですよ。その時にここもできた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言われてます。じゃあせっかくなのでちょっと向こう行ってみましょう。はい、こっちはあの鏡池って言われていて、鏡池ミラーね、ミラーレイクで、ほらすごい綺麗。
あ、そうですそうです。ここもちょっとね、うん、浅いんですよ、ね。ここも噴火口の跡で、うん、ただあっちの池と違って上からこう谷が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こからこう土砂が流れてきて、うん、だんだんこう浅くてちっちゃくなってきてるんですよね。うん、めちゃめちゃ綺麗。これも多分少しここに手を近づけるとそうなんです。ちょっと地熱が高くて蒸気が出てるところがあるんです。歩くとこだとここだけです。そうなんです。はい、うん。うん、刚刚导游说，就是这个旭岳是这个修火山嘛，所以其实。走这个 1.7 公里圈的行程啊，沿路可以看到很多火山的证据哦。就是你可能，在秋天上旭岳的时候呢，可以欣赏到这种红叶啊，然后很多彩缤纷、很有生命力的感觉的风景。然后也可以像看到这个，像画面上看到这样子，稍微带点沧桑感，有点世界尽头的这种，就是很特别的风景哦。就是在这个旭岳的秋天可以赏到的风景。那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是静池哦，静池呢，它在这个比较没有风、平静无波的时候呢，就会这样很清楚的把这个旭岳的风景倒映在这个池面上，所以叫做静池，对，非常的漂亮。那你其实可以就是用看的看到这些，比如说火口湖啊，或者是这个喷烟孔啊，然后。一些火山的地景之外呢，你也可以听到这个火山喷火口的这个，哎，不是喷火口啊，喷烟口的这个轰隆隆的这个喷烟的这个声音哦。然后或者是说，你可能可以闻到些许的硫磺的味道，对。那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像刚刚我。就是在那个地热的那个口的地方可以感受到这种温度，或者说比如说旭岳有两个温泉区嘛，旭岳温泉跟天人桥温泉，泡温泉也可以感受到，其实这也是火山的证据之一哦。然后另外呢，其实你在走这个路段的时候啊，其实说不定可以看到这种就是硫磺的这个碎颗粒哦，这个也是火山证据的之一哦。好，那再来呢，就是秋天欣赏旭岳呢，还有两个这个更现实的风景啊。除了就是三个礼拜赏旭岳的这个时间之外呢，就是一天当中可能现实才能够欣赏到的这个旭岳的风景，其中一个是这个双柱。那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双柱。え、あ、わかるこれ。わかんない。これ地面の中の水分が凍ってこう盛り上がっていく。え、これ？それそれ。ああ、ちょっと触ってる。あ、大丈夫、触って大丈夫。氷。そう、台湾ではないよ。霜柱です。少しこう。あ、ほら真っ白。好，对这个双柱啊，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其实我有查了一下，就是在台湾其实有机会看到双柱，但是要在冬天的时候，然后去比较冷的时候，然后去高山上的清晨才有机会看到的风景。那在旭岳呢，可以看到的这个双柱呢，比较特别的是，你可以欣赏红叶，再加上双柱的这个景观，就是跟在台湾欣赏的感觉又完全不一样哦。那这边再跟大家仔细的说明一下双柱的形成啦，就是水啊，地面下的水啊，因为毛细现象，所以它就被吸上来。然后可是因为清晨的时候呢，因为地面的温度可能是零度或者甚至更冷，所以呢，水在就是被吸到地表上的时候呢，它就升上地表，然后它就渐渐结冻。那结冻之后呢，又下面的水又继续因为毛细现象被吸上来，所以呢，这个双柱它就会慢慢长高，长高，长高，长。好，然后呢，到这个太阳出来，然后呢，融化了之后呢，它就不见了。所以呢，它是这个秋天的早上哦，你可能要搭比较早的几班缆车，才有机会欣赏到风景。可能一两个小时，太阳晒了融化之后，它就看不到了。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呢，是这个左边，大家看到画面上这个有点像皱纹感觉的这个风景哦，这个地貌，它其实也是这个双柱形成的地貌之一哦。因为呢，大家看这个右边双柱是不是有把一些小石头顶起来？对，那小石头顶起来啊，那它可能越长越高，可能平衡感不好，或者是说它被太阳晒了融化之后，这个小石头就会滚落。那它这样滚落、滚落、滚落、滚落之后呢，就自然的形成这样子，有点像这个皱纹阶梯，对，这样子的地貌。大家如果有机会来续约的话，也可以找一下，就是哎哪边有这个双柱遗留下的痕迹的地貌。好，那最后呢，想要跟大家介绍的一个呢，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也是秋天限时才可以欣赏到的风景，那这个呢其实是在我们取材的当天是早上嘛，一大早的时候，那我们在离开缆车站要下山的时候呢，缆车站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说啊，夕阳的时候也非常的漂亮，但是因为我们是早上上来，我们不可能待到看夕阳的时候才回去，对，那所以呢隔天刚好我休假的时候，就自己又开车上山，然后欣赏一下续约的这个傍晚夕阳的风景啊，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这样讲，对，就是这样一整片很红艳，这样红色旭月的感觉哦，就是在这个夕阳照射之下呢，不管是绿色或者是本来黄色的树啊，或者甚至红色的树，就是颜色都会变得这样子，整个很暖色系的感觉，然后旭月整个也被映照成有点红色、红棕色这样的感觉。然后再加上后面这个被染成粉红色的这个云彩哦，就是只有在秋天的，就是下午傍晚的这个太阳还没下山前的时候，才有机会看到的风景。那这个是从就是缆车上回头看旭月拍下来的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好，那另外呢，想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其他的。秋天可以来东川欣赏的风景的地那个景点哦，那第一个想要介绍的是这个天人峡，天人峡也是北海道非常有名的这个赏红叶的地方哦。那它天人峡这个景点呢，它本身就有两个特色，一个是这个柱状节理，这个也是跟火山有相关的柱状节理的一个地景，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它可以欣赏到这个北海道。落差最大的瀑布，对，那再加上这个秋天，加上这个红叶呢，可以欣赏到这个红叶跟柱状节理，或者红叶跟瀑布的结合哦，又是另外一种非常不一样的风情。那这个柱状节理啊，其实你在开车，不好意思，你在开车往这个小天人峡的方向的时候啊，沿途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像这样柱状节理的这种很险峻的峭壁。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个七福岩，是七撮嘛，七树，就是比较明显的七树这样子的柱状节理的这个结构、哦、就被大家就是取名叫做七福岩。对，那另外还有就是天人峡的知名的景点就是这个羽衣瀑布。那羽衣瀑布呢，它虽然说是北海道落差最大270公尺。高的这个落差哦，不过它不是那种奔流型很这个壮阔这样子的感觉的瀑布、哦，那你看它的画面，就是它是这种有点涓流状的这样子的瀑布。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它其实在当地有一个，就是说它是这个仙女遗留下来的雨衣，就是不是那个下雨穿雨衣哦，就是我们常常看一些，比如说日本童话或者是什么，不是就是仙女后面会有一圈这样子的那个。有点像彩带的东西嘛，对，那就是雨衣。然后呢，这个雨衣瀑布呢，就是仙女不小心遗留下来的雨衣，变成这样子的风景。好，那另外呢，在这个市区哦，其实秋天也可以感觉到浓浓的秋意哦。比如说像这个冬天，东川因为是这个北海道。有名的种稻米的产地之一，所以呢，你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如果上近郊的，刚刚有讲到提到的一个基多乌溪森林公园的这个展望台，从高处瞭望的话，就可以看到这样子，就是金黄色的稻田，
就是还没有收割的金黄色稻田，这样很壮观的画面。那另外呢，像这个一般的露树啊，或者是可能有一些爬藤类植物啊，在秋天的时候呢，也会变颜色，就是带着这种暖色系的穿，换上暖色系的衣装哦，非常的有秋天的气息。那再来呢，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东川啊，它就是因为自然非常丰富嘛，然后呢，水其实也是东川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哦，可以说整个城镇都是仰赖这个水而生活的。怎么说呢？这个大雪旭岳原水公园哦，是这个旭岳下山脚下，对，接近山脚下的一个公园。那它其实流出来的这个原水啊，其实都是这个大雪山的雪结水直接溶解下来之后，经过自然过滤之后留下来的这个源泉哦，它其实就是天然的矿泉水啦。那因为水质非常的好哦，所以其实东川这边呢是北海道唯一，然后在日本也是非常稀少的，就是没有自来水系统的城镇哦。就是大家家家户户打开来的水其实就是这样子的矿泉水，对。那所以呢，其实这边基本上的基本上的居住在这边呢其实是不用付水费的，就是因为大家就是直接使用这个矿泉水，对。那在这个原水公园的停车场的旁边呢，其实是有一个取水口，左上角的这张照片有个取水口。那你来这边的时候其实也会看到很多，就是可能是住在近郊的城镇的居民，可能他就会带着推车，然后带着这个水桶来装水回去饮用或者使用哦，做料理等等的。对，那从这个取水口再走到这个右边的这个有这个原水源源不绝流出来的地方哦，中间是有铺设这个木栈道。那这个木栈道呢，它环境也维持得非常的天然，就是有一种森林秘境的感觉啦。然后你在走的时候啊，就是可以看到就是旁边的这个流水哦非常的干净之外呢，就是也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小昆虫啊，或者是一些植物啊等等的，就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环境。然后呢，另外要跟大家介绍两个因为水而孕育而生的景点，一个是中别湖，一个是游水公园。那中别湖就是左边看到这个照片啊，中别湖其实它是一个水库，对，但是它周围啊，就是周围的山呢，在秋天的时候也会染成这个金黄色的哦，景观非常的漂亮。那另外一个角度看到的话，就会是右上角这个看到这样子，就是可以看到金黄色的山，然后远方是已经下了雪的这个旭岳，对，也是非常漂亮的景象。然后呢，这个右下角的这个游水公园啊，它虽然说它是一个就是有设置一些步道啊，然后凉亭啊，供大家赏景休憩，然后里面可能也种植了几棵樱花树，让大家可以赏景休息的地方。但是它其实还肩负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这个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水跟东川息息相关的原因之一哦，就是东川这边因为是有很多种植这个稻米或者是蔬菜的农家，那所以他们就需要灌溉嘛。可是呢，刚刚忘记提一点哦，就是这个原水公园的水啊，就是直接流出来的这个源泉水啊，它只有六七度左右的温度哦。但是如果你直接喝的话，当然是很清凉甘甜很好喝啊。但是如果你要直接六七度的水直接下去灌溉这些农作物的话，对农作物来说太冷了，对。所以呢，它就会先让它流到这个游水公园，然后在这个游水公园的蓄水池里面呢，慢慢让太阳帮它升温，然后升温到一定的温度之后呢，再就是让它流到这个稻田，或是这个对，就是让这个灌溉这个农作物，所以它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功能哦。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会慢慢带到美食的部分啦。那讲到东川美食，就一定要提的一个是这个东川米。
对，东川的米饭，应该说很多日本来，很多朋友来日本，应该都觉得日本的米很好吃。那北海道也是日本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产地米，产稻米的一个区域哦。那东川的米很有名，在这个2019年也这个Umepilica 这个品种，它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美梦的意思啦。Umepilica 这个品种，它在2019年的时候荣获了这个最高金赏的品牌哦，品牌米。然后呢，这个 Umepilica 是属于这个比较有一点粘性，然后甜度比较高的米饭，然后刚煮好的时候非常的好吃，然后就是适合热乎乎的吃，然后配菜吃这样子。对，那我在来日本之前啊，其实对米可能没有这么讲究，就是反正就是好吃就好了嘛，可能就是一直家里一直卖同一种就这样吃。对，但是自己来到这边之后啊，就是也听到说，哎，大家对米其实有一些很讲究的地方哦，不同的米配不同的菜，就是它有适合的料理，配合不适合的料理的方式哦。这个是我觉得就是日本人很讲究的一点。就比如说，因为像日本人他们带便当可能不会用微波炉加热嘛，就是吃冷饭，或者说比如吃饭团，所以呢就有比较适合就是冷的也很好吃的品种。那或者是说呢，有一些粘度更高，然后比较适合就是加一些料一起炊煮饭，做比如说石井炊饭啊、五木炊饭啊这种的米的品种也有。那有一些比较讲究的人，或是有一些店家，他可能就会或者是说配合自己的饮食习惯，他可能就会选择他喜欢的口感或者他喜欢的味道的米。对，然后呢，另外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米的点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新米。对，大家看到右上角这个新米哦，就是大概到9月的时候吧，大家到东川来玩啊，想要买米的人呢，一定都会问说，这个是新米吗？对，因为日本人真的很讲究新米哦，因为新米的水分比较多，所以呢它的口感比较好，然后它也香气比较浓郁，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就是很每年都会很期待买新米。那这个东川的新米呢，大概是在9月就是欣赏红叶的差不多这个时期出来哦，所以大家如果来这里然后上去欣赏旭月的红叶风景，就是也许也可以就是带个米当做就是买回去当伴，也不是伴手礼啦，就是买回去品尝哦。那如果说你不知道买什么米啊，那可能比如说你在东川的餐厅用餐，这边的餐厅呢大部分也都是用东川的米哦，那也许你吃了觉得说，哎，这家餐厅的饭很好吃，也许你也可以问看看老板说，哎，这是什么米。那如果就是老板介绍了，然后你在超市或者在一些商店有看到的话呢，也可以就是对，就是买这种米。好，再来呢还要讲的一个是呢豆腐。对，那其实来到东川哦，就是很多人都会讲说，哦，豆腐很好吃，豆腐是因为水很纯净很鲜甜，所以豆腐很好吃。但是虽然说吃了豆腐的确是觉得很好吃，但是就是有点无法体会说就是哦它跟水到底有什么关系。那刚好有一次就是有这个体验做豆腐的活动哦，那我就去参加了，然后就是实际上制作了豆腐之后就发现，哦，原来就是水跟豆腐真的很有关系哦。怎么说呢，简单讲一下这个制作豆腐的过程哦。就是豆黄豆经过洗干净之后，然后经过浸泡之后呢，把它打成汁，然后打成汁之后呢就下锅去熬煮，像最左边看到这个就是下锅熬煮，然后熬煮完了之后呢过滤，然后过滤的之后的这个应该说什么豆浆嘛，对，就是再加入这个凝固剂，然后把它搅拌均匀之后呢装箱，然后把它压装箱，然后压除去除掉一些多余的水分之后呢，让它成型，然后成型之后呢就会像这个中间的这张照片这样切块之后把它放到水里面再静置个十五二十分钟，让它就是去除掉它的这个涩味哦。所以刚刚这样子简单的算
一分钟不到一分钟之内就讲完了这个豆腐的制作过程哦。其实它整个过程里面就是有很多需要用到水的地方，所以这个东川做豆腐的店哦也都非常的讲究水哦。这两间就是东川的豆腐店啊，他们都是使用这个大雪山的天然矿泉水之外呢，他们也都是使用这个北海道的黄豆，或者是甚至有些种类的豆腐，它可能用的是东川产的黄豆。对，那豆腐本身就很好吃，然后呢，用像这个右下角这个是用豆腐，然后再加上北海道山药泥做成的这个丸子。然后就是很适合做这个炖煮的料理哦，比如说关东煮什么的，就是让它可以吸收汤汁，这样子吃也非常的好吃。那豆腐本身就很好吃，就是我自己可能买豆腐啊，然后加一点柴鱼片啊、淋酱油啊，就吃这种平常这种很有和风的味道哦。对，豆腐真的很好吃。好，那从米饭、豆腐，那再来的美食，当然就要介绍一些东川的这个餐饮的部分啦。那今天呢，我们不会一一介绍一家一家店哦。我们如果想要了解这个东川的这个各家餐饮店的特色的话呢，在我们今天讲座的这个报名网页里面有一个这个东川旅游电子书的这个连结，大家可以点进去参考。或者是呢，今天的讲座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在新传媒的网站上面上一篇，就是介绍今天的算是总整理啦，让大家可以复习的这个秋天赏红叶的一些重点哦。然后这个文章里面呢，我们也会附这个东川的这个旅游电子书的连结，让大家可以就是看东川有什么景点，有什么好吃的餐厅介绍。那今天比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啊，是东川餐饮店的综合介绍、综合特色。好，第一个要提的，一定要提的就是这个东川 style。对，东川的餐饮店啊，都有所谓的东川 style， 不是江南 style， 东川 style。对，那什么是东川 style 呢？就是其实讲起来有点抽象，它是一种呢生活跟这个工作达到一个绝妙平衡的这个生活形态。那怎么说呢？其实这边的餐饮店啊，很多店呢一个礼拜只开几天，然后呢，或是只营业中午时段，或者是售完为止，就是他可能不会说哦准备很多，然后就是就是卖好卖满这样子。对，他们就是我今天想要做多少就是做多少，然后卖完就没了这样子。然后有一些店甚至会有这个夏季或是冬季的比较稍微长期一点的休业时间哦。那刚来的时候啊，其实就会觉得啊，这些店家也太任性了吧，就是好像常常没开一样，然后都吃不到东西，走投无路了。对，但是真的在这边生活就是比较久的时间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哎，其实你也不是真的吃不到东西，因为这家没开，你可能可以去另外一家或者别家店这样子。对，那其实会觉得说这样子生活跟工作达成平衡这种生活方式哦，它不是完全以经济价值为考量，而是也很重视生活品质的一个生活方式，我觉得其实真的也蛮好的。那其实你在就是比如说店这些老板啊，他们在这个店休的时候，其实他可能也不是就这样子休息哦。其实你可能会比如说 A 店店休的老板，他可能就在 B 店用餐，或是你可以在这个东川的景点看到他，或是在东川的一些商店卖玄武店看到他哦。就是他们自己本身形成了这种经济循环之外呢，他们在就是去各个不同的地方，比如说看展览啊，去品尝别人的料理啊，或者是欣赏自然风景的时候啊，其实你也可以吸收到一点新的东西，别人的新菜单等等，这种就是让你有一些时时刻刻有一些新的东西进来，这样子你也可以产生一些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东川 style 的一个特色哦，虽然有点抽象，但是呢，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来这边体会看看，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哦。那这里的餐厅啊，其实就是都充分的展现了这个店家主人的个性啦。那不管是建筑的外面啊，或是内
店内的布置啊，都非常的有特色。比如说画面上看到的，可能有这种老屋改造的咖啡厅啊，或者是说有点像这种货柜屋，就是整个是玻璃这样子感觉的这个冰淇淋店，或者是呢像这个在森林里面的这种小木屋的感觉的餐厅哦，那或者是像店家可能自己简单的招牌，或者是简单的小装饰，就是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有这个童趣的感觉哦。然后店内的部分呢、啊、也是我觉得非常好拍的，就是像北海道的餐厅，应该说家家户户啦，餐厅也必备的就是这个暖炉嘛，因为冬天整个都是下雪的状态。那有一些店家用的是这种烧柴式的这个暖炉啊，就是非常的有这种北国的氛围。那或者是有一些店家可能店里面的座位只有六七个座位，店座位真的没有很多，但是他可能装潢布置啊、摆设啊，就是都展现了这个主人的个性哦，非常的温馨，非常的舒适。好，那还有一个最棒的一定要提的这个东川的这个特色啦，就是呢很多餐厅它都是直接取窗户为景哦。东川的自然非常丰富，那有一些餐厅它可能坐落在稻田里面，或者是它自己有自己的庭院，所以呢其实它窗外看到的风景就是这样哦，绿油油的稻田，或是一整片白雪世界，或者说它自己庭院里面的这些种植的林木，可能随着季节变换也会有就是不同的颜色或是不同的气象哦。那你一边享用美食，一边享用甜点喝咖啡，然后一边欣赏这样的风景，真的是非常的棒。然后还有一点很棒的是啊，因为就是取自然为景嘛，所以呢自然又很有季节感，所以你在不同的季节呢到店家用餐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会有一些新鲜感的哦，就是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这个也是在东川很特别的一个体验哦。好，那我们讲了就是店内外好拍，然后风景很漂亮之外呢，如果餐厅的东西不好吃怎么可能开久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讲一下就是东川的餐厅的食物也非常的好吃。那它好吃的原因呢除了就是主人的这个烹饪技巧之外啦，其实它好吃的一个就是原因之一哦，就是它的这个食材很新鲜，然后又是当地的食材。怎么说呢，这边很多店家他用的都是当地的食材，比如说东川的米啊，水不用讲嘛，东川的米，然后可能邻近或是东川的这个蔬菜，然后再加上这个北海道的一些食材，然后或者是这个北海道的小麦做成的面粉等等哦，就是一些当地的食材，所以很新鲜，然后品质也很好，所以做出来的料理通常都蛮好吃的。然后呢而且呢它的餐厅的料理其实季节感也会流露出季节感哦，就是它会随着季节变换菜色。那有的时候你可能现在到这家餐厅，然后它有这个季节限定的菜单，那你下礼拜再来它就没有了。然后或者是说呢，你可能想说啊，那我今年吃不到，明年来吃总可以吧？哎，明年它也不一定会有。所以如果有看到这种季节性的菜单的话呢，也蛮推荐大家尝试看看的。好。那除了这个一般的餐饮之外啊，就是也想要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东川的甜点，对，也好看又好吃的甜点哦。那像这个东川有几间甜点专卖店，那像这个是比如说用这个全粒小麦粉做比较健康取向的这个甜甜圈，它也有依照季节就是做一些变化口味，特殊的口味哦。然后另外呢像这个左边的这个有草莓这个啊，它是这个用米粉做的蛋糕哦，然后不是那个米混哦，是那个打米磨成粉，取代这个小麦取代面粉做成这个蛋糕哦，小麦米粉蛋糕，对，也是这家店的一个特色。然后另外呢就是像中间这个呢是只有礼拜六开，而且有的时候礼拜六还不开的这个梦幻甜点店，就是有几家甜点可以选择哦。
然后另外呢，像这个冰淇淋、双淇淋，刚刚有前面有介绍，到北海道一定要吃双淇淋。那这边呢，就是也要介绍几个东川很有特色的双淇淋哦。比如说大家看到这个第一个有装饰，旁边就是淋巧克力酱，这个上面有撒这个草莓碎粒的这个冰淇淋哦，是道路休息站稻草馆的冰淇淋。那它就是每年可能会在特定的时段，就是依据季节，然后推出可能两三个月季节限定的口味的冰淇淋。那通常都蛮好吃的哦，大家如果有机会到这个道路休息站的话，也可以吃看看。然后中间的这个呢，是这个焙茶跟牛奶的 mix 口味的冰淇淋。然后呢，它就是还装了眼睛装饰哦，有点像怪物冰的感觉啦，很可爱，很好拍。然后呢，再来这个豆腐店的冰淇淋哦，它很特别的是，它是这个豆乳起司双淇淋。然后，你刚吃下去的时候呢，可能是先有浓浓的豆香，然后后面才会就是起司味道慢慢出来。可是呢，它又非常的清爽，你吃完整个冰淇淋的时候，真的不会觉得说很腻。对，它是也是非常爽口、非常好吃的冰淇淋。那大家如果有机会来东川的话呢，也可以试看看，就是在这个冬天很冷的时候吃冰淇淋是什么样的感觉啦。好，那再来呢，我们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这个活动。对，活动的部分呢比较特别的是，今天我们想要带入这个地方创生。对，地方创生怎么说呢，其实日本啊跟台湾一样，现在都面临着都进入这种高龄化社会，然后很多地方其实都面临到这个高龄少子化、人口越来越少的这个困境哦。但是东川呢，在这十几年的时间呢，反而人口是逆势成一直在成长中哦。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其实都要归功在地方创生哦。所以小镇整个是来这边，你可以感受到小镇是很有活力，然后一直。大家都就是好像哇哭哇哭，日文是这样讲，对，就是很有活力的感觉哦。这个其实跟地方创生脱不了关系哦，所以我们今天想要就是用地方创生来带入，就是东川秋天旅游的时候，大家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比如说，东川呢，他自诩为这个写真之町，写真就是照片的意思哦。那他之所以这样子有这样子的宣言哦，是因为他觉得说照片是一个可以记录自然然后人文然后不需要透过语言他就可以跟世界交流的一个非常好的管道哦。那东川的自然风景非常漂亮，所以拍出来的照片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他期许呢以这个自诩为这个写真首都，希望可以透过照片来跟这个世界做交流。那在东川啊，其实每年都会举办一个叫做写真甲子园的活动。那甲子园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甲子园应该是高中生的棒球赛啦。那写真甲子园其实就是高中生的这个写真比赛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他每年都会募集来自全国各地的高中社团好手来这个东川比赛。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写真的活动呢，是叫做国际写真嘉年华。那他呢募集的对象就是国际的一些摄影好手的作品。那虽然秋天来的时候，不好意思哦，秋天来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欣赏到这个活动的照片，因为这两个活动都是在夏季的时候举行。但是秋天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什么呢？秋天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这个到这个左边右边不好意思，右边这个建筑，这个 Bunka Gallery 文化艺廊哦，这个是在今年2021年才整修完成的一个文化艺廊哦。然后它里面呢其实就是不时会策划一些摄影展，那摄影展的主题呢也不只是就是专业摄影师的作品哦，它也有可能是一些比如说跟东川的人文、跟东川的美食或者是跟在地人相关的一些摄影展哦。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欣赏一下，就是逛一下这样子。那像这个左边看到的这个有人的眼睛的这个照片哦，这个是之前的举办的一个这个
跟歌舞伎演员，出生于东川的歌舞伎演员的这个摄影展。那你在这个摄影展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些跟比如说歌舞伎的化妆的样子啦，或者是一些很有魄力的这个歌舞伎的照片哦。那这个展虽然是不能拍照的，但是所以我就放了这个海报的照片。那或者是说它也有可能是主题是比如说像跟动物有关的这个，像这个蝴蝶的照片，还是这个北海道非常知名的这个自然摄影师的作品哦，井上浩辉先生的作品。那这个展是可以拍照的，对。那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摄影师拍摄的捕捉的这个北海道自然的非常有魅力的照片哦。那另外像有的时候甚至在在这个城镇里面的这个一些地方，可能有时候会举办一些特展，你走在镇上呢，其实也会看到一些这种户外展示的照片哦，有的时候有机会看到。那另外呢，在镇上也有一个地方呢，特别展示了一些大家捐赠或者是对，就是收藏的这种老相机。之前其实对，就是不时也会有这种摄影迷啦，就是特地来问说，那个老相机的这个展示在什么样的地方哦？大家是写真之挺的一个可以看的地方。然后呢，另外呢，东川还有一个是，它也是一个木工艺的小镇，对，因为呢，旭川啊，在日本来说呢，是一个算是家具重镇了。那不只是旭川，其实它周边的可能卫星城镇也是会有一些家具的这个制作的工坊也不少。那东川呢，就是东川的木工坊真的还蛮多，家具工坊还蛮多的哦。那你要在东川怎么感受到这个木工制作的这些手艺呢？我们首先呢可以在这个店家的招牌看到这个木工艺的部分，就是店家每一家店家他们就会有这个很有店家特色的木质招牌。那不止店家哦，其实包括像比如说警察局啦、消防队啦，可能也都有这个公共的设施。他们也都会有这个很可爱的木质招牌哦，你可以在走在路上逛这个路上的时候，就可以欣赏看一下这个店家很有趣的这个木质招牌。那另外啊，有一些家具店也有这个修润，所以你在就是参观的话，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去看看这个家具店的修润。那如果说真的有兴趣购买的话啦，就是有一些店它可能设有这个海外经销商，也许可以问一下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要提的就是东川在家具的这一块啊，它也是很强调，就是应该说它会有一些很特别的这个椅子的展示哦。大家看到就是这个是其实是在图书馆的一个展示区展示的这个椅子的特展哦，那它也不时会更换这个椅子的特展。那图书馆除了这些椅子的特展之外啊，还可以看到的是这张小照片里面有个小朋友的这个叫做Kimi no Isu，这个也是在地方创生之中的一环哦。他呢是每年就是会请当地的工坊制作小椅子赠送给这个当地出生的宝宝。那除了说就是一些基本的育儿补贴啦，或者是比如说什么看护小朋友育儿托育啊等等的这一些政策之外啊，就是他还会赠送一个小椅子，很有纪念性的这样子的东西，又代表这个城镇特色的东西，吸引大家就是可能会真的有一些人就是为了这样子哦，来东川也是很适合就是生育小朋友的地方，所以有一些人可能就因为这样子移居到东川来，或者是说特地来这边玩之类的。好，那然后呢，像这个左边看到的这张呢，是这个特别以北海道的小动物跟植物为题材制作的这个木工小屋的工坊哦，还有很多非常小巧可爱的作品，那其实也蛮适合就是当做伴手礼，有非常有纪念价值哦。那另外这边的这个工坊其实也有一些这种体验的课程哦。哦，对，这边有一条街道哦，它叫做 Craft 的农民街，就是它
这个街道的沿路有很多的这个工坊，然后有一些艺术家，然后这些工坊有一些还有一些体验的课程哦，所以大家就是来东川的话，如果有时间的话，也许也可以安排一下这个木工的体验或是陶艺的体验。那他们有些店家会雇请这个 working holiday 外国人哦，所以如果就是来协助翻译吧，对，所以如果呢你想要参加这个体验，可是你又不会日文的话呢，也许可以在预约的时候先向店家了解一下，说哎，如果我不会日文的话，是不是可以参加这个体验的课程 DIY， 想要有一些不同的活动，或是有纪念性，带一些自己做的有纪念性的东西回去呢，是不是可以呢？好，那另外还有一个体验东川比较特别的方式哦，是这个留学。对，我自己就是也是在东川留学，体验了东川生活。对，那东川这边呢有全国唯一的啊，我这边写错了，应该是全国唯一的公立日本语学校。对，然后这个公立的日本语学校呢，就是镇上是会有这个学费的补助，然后住宿费的补助，生活费的补助，所以在就是花费来说，相对于其他地方是比较便宜的。而且呢，就是除此之外呢，学校也是会很正式的举办，比如说入学式、毕业典礼，就是你也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日本的学校的一些活动。然后或者是说呢，学校也会举办这个发表会，然后或者是什么演讲比赛啊之类的。那像这个今年的长期生，他们呢就有这个举办到去采访旭山动物园的园长跟饲育员，然后做举办发表的这个活动哦。我觉得是非常在其他地方很难得的可以体验到的活动。那学校其实有分成短期生跟长期生，短期的话呢是大概有一两个礼拜或是一个月两个月这样子的短期体验的课程，大家可能就是白天的时候上日文，然后下午的时候就学校会安排一些体验活动，或者是你可以自己安排出去玩的行程。然后长期生的话就是一年为单位哦，那你就可以一整年完整的感受这个东川的春夏秋冬啦。那现在因为疫情关系，当然短期是暂停的，但是就是之后如果可以有开放的话，大家也许也可以考虑看看，就是哎，以留学的方式来就是感受一下东川的生活，或者是对有更多就是旅游之外更多的体验。那像我们画面上看到这张大张的照片，就是白色的这个建筑就是学校的校舍，然后这个黑色很有造型感的这个建筑就是图书馆。好，那这两栋建筑里面都有这个展示厅，然后有展示像刚刚讲的这个椅子展示啊，或者是有一些特别的展览哦。比如说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呢，是去年的一个纸胶带展。对，那它就是除了展示很多跟这个纸胶带做成的作品之外呢，户外可能也会搭配这个草坪，也会搭配一些就是照片的展示哦。如果大家来东川旅游啊，然后有时间的话，也不妨到这两栋建筑来看看，就是哎，这个时间有什么特别的展览哦。好，那刚刚介绍了这么多啊，大家是不是很想要来东川玩呢？对，那我们今天呢就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个行程，简单的行程建议哦。那秋天来东川啊，就是如果你是安排这种五天四夜赏红叶的行程的话呢，第一天可能从比如说机场移动到东川，那到东川呢，建议大家，我很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先到这个道路休息站稻草馆做一点简单的旅游咨询，然后呢在市区小逛一下之后呢，再到这个旭月的温泉旅馆。大概如果你从这个右上角的地图来看的话，就是先抵达这个西边市区的地方，然后再移动到这个温泉旅馆的地方。
那第二天呢，可能就会整个是以比较山区的这个赏红叶的行程为主，然后就是去参观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个，比如说旭月啦、云水公园啦、雨衣瀑布啦，然后呢晚上呢就到这个另外一个温泉区天人峡的温泉旅馆去过夜。然后第三天呢，可能行程可以再稍微就是轻松一点。第三天呢，我们可能从天人峡出来，然后往市区移动，中间呢可以先去这个中别湖走一走，然后呢再移动到市区，然后可以去就是找一间你喜欢的时尚的咖啡厅用餐，然后逛逛伊朗玄物店。那晚上呢就住在这个市区的民宿，那可还蛮真的还蛮建议大家可以找一个这个可以料理有厨房的民宿，那就可以去超市啊或是商店买一些这个当地的食材，做一点简单的料理。那第四天的话呢，就可以安排一些这个市区的这个体验课程，比如说像这个木工啦，或是陶艺的体验啦，然后在市区品尝一些美食，然后下午呢，在这个租自行车，然后在这个田间小径追风。那傍晚的时候呢，到这个基多乌西森林公园去，然后俯瞰像刚刚那个稻田这样很漂亮的眺望的美景，然后晚上去居酒屋吃刚刚讲的就是季节限定的这个天妇罗或者是生鱼片，然后呢晚上再回到民宿。那隔天呢可能就买伴手礼，然后就可以到机场了。对，那如果说呢你的行程可以再多两天比如说是七天六夜的行程的话呢，可能就是第五天的时候呢可以移动到这个把范围移动到这个美瑛富良野的地方，然后呢第六天呢去这个北海道最有名的这个旭山动物园啊或者上野农场逛一逛，然后第七天再回去，这样子的行程哦，是秋天赏红叶就是比较基本的 course 啦。那再来呢就是想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秋天外出的时候穿搭要注意什么。那左边这个是我在旅游网站上面找到的图啦，我觉得其实就是基本上北海道都蛮通用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右边这边呢有一些是这个来东川旅游的哦，特别想要叮咛大家的地方哦，就是因为我们推荐的这个旭月的行程，如果你是早上上去的话，真的天气气温还蛮低的，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就是要穿这个防风保暖的衣物、哦、然后尤其是呢要最好是这个多层次穿搭，就可能看你个人就是怎么讲怕冷的程度啦，就是里面可能是穿短袖或者是薄长袖都 OK， 然后中间可能会建议就是你再穿个薄羽绒或者背心来保暖，然后外面再穿防风的外套或大衣。然后呢如果是上旭月的话呢，就一定要穿就是好走的鞋子哦，就是像刚刚导游讲的，就是高跟鞋皮鞋一定要避免。那休闲鞋的话，我自己其实也有实验过，就是穿个C 牌的这个休闲帆布休闲鞋上去哦，那这个鞋底比较薄，所以其实走起路来其实还是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就是旭月它就是维持比较原始的步道，所以它可能会一些碎石头啊或者是这个阶梯啊，如果你穿就是比较不好走的鞋子的话，可能会就比较辛苦一点这样子。好，那因为秋天的风也比较大，所以也非常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在穿着上可以戴帽子或是穿帽T来做一个防风这样子。好，那最后的最后啊，因为我们前面讲的就是东川是写真之庭嘛，所以我们呢就想要跟大家分享几张就是我自己素人用手机就可以拍到的美景的照片。好，第一个是这个，是这个已经融雪的这个水田哦，注满了水，然后这个远方的这个旭月上面还有这个积雪这样子的画面哦，非常的漂亮。然后另外呢，就是我在东川其实也很喜欢拍云彩哦，因为就是季节啊，或是气候不一样啊，其实云彩也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变化哦。自己个人也觉得是一个就是非常漂亮的风景。那另外就是像尤其是夕照的时候啊，就是云彩被染成粉红色啊，就是真的非常的漂亮。好，那另外这个是这个真的是有点就是随便走在路边拍的景色啦，
最左边这个是我每天上班的时候会走过的路段，对，就是两边就是行道树这样子，然后光洒落下来，自己就每天走的时候都觉得非常舒服。然后中间这张照片呢，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春天的时候，有些人家的庭院呢会种植花朵，然后花卉就是绽放这样子，非常缤纷的。的样子也非常的漂亮哦。那这个右边的照片呢是我自己骑脚踏车的时候，可能往稍微比较靠近山一点的地方骑，然后有这个小溪的经过的地方，就是随便的不是什么景点的地方，我拍起来的照片就让人家非常的舒服哦。好，那最后的最后，这个是真的是最后了，就是这个是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的一张照片，是之前有一次呢，在夏天的时候，在那个叫什么慢跑的时候，然后突然下大雨，然后本来想说啊超衰的，竟然下雨了，然后但是呢突然就是又放晴，然后一放晴之后呢，就突然看到这个超大的彩虹，而且是双层的彩虹。有红跟泥哦，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那这个景象真的也是可遇不可求，我在东川可能也只有看过这一次而已吧。对，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景象哦。如果就是有机会看到，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好，那刚刚有提过好几次这个道路休息站稻草馆，对，这边呢算是一个就是它有附 information， 然后也有卖这个。土特产伴手礼，所以大家如果到东川来的话呢，可以把它设为第一站，然后可以当做最后一站才买伴手礼的地方。那这边呢也有会中文的工作人员，所以呢大家如果来的时候也可以用中文做旅游咨询。那万一不就是会中文的工作人员刚好休假了，大家也可以呢就是这边也有准备这个翻译机，所以大家也可以尝试跟这个日本的工作人员用翻译机沟通，也没有问题的。好，那今天我们的讲座就到这边结束啦。那我们谢谢大家的聆听啊，对，日本都会这样讲，谢谢大家的聆听。好，那今天的讲座呢，我们有准备小礼物要送给大家哦。这个锵锵，这个是非常可爱的这个随行杯，然后呢还有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咖啡包。然后请大家哦，就是上网去这个澳门填写问卷啦，就是今天听完这个讲座的感想心得，然后呢我们会从中抽出十位朋友来赠送这个小礼物。那不好意思，就是小礼物就是仅送台湾，寄送台湾地区啦。那不过还是很欢迎大家，就是海外的朋友也很欢迎大家，就是上网填写问卷。好，那今天讲座刚刚有提到，我再讲一次，今天讲座呢，我们也会整理一篇秋天赏旭月的重点文章整理，然后把它放在这个新传媒的网站上面，大家也可以上去看。那这个文章里面我们也会附就是电子书跟今天的这个完整版的旭月的这个赏红叶的影片。那大家就是可以再欣赏一下这样子。那如果呢有什么想要进一步了解的，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朋友呢，也欢迎在今天的这个讲座的 po 文下面留言，那我们会尽快的回复大家。好，谢谢大家 ，Sayonara。谢谢小邓精彩的分享，我很喜欢东川 style 这种生活方式，不只以经济价值为考量，更兼顾生活品质。也期待未来能够再次旅游的那天，可以亲自到现场去品尝当地富有季节感的料理。在今天的讲座结束之前，还请大家帮我填写一下今天的问卷。那之后，我们也会如讲师所说，抽出我们的幸运得主，并且寄出丰富的奖品哦。接下来，新讲堂也会推出主题多元的讲座，请大家敬请期待。相关资讯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只要大家 Google 新讲堂，相关的细节以及活动的资料都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看到。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大家拜拜。